Energy 成军22年，终于攻上台北小巨蛋。尽管团员年纪都已经超过40岁，但体力依旧好。Hey, come on, Energy 在释放。7日 Energy 台北小巨蛋首唱就吸引20000名粉丝进场，超宠粉唱出一首首经典好歌，让粉丝们都陷入了回忆杀。而团员 Toro 谈到，因为他2003年退团，没有参与到我们这首歌的创作和演出，忍不住泪崩。终于回来了。我们在这场演唱会选歌的时候，一开始进练团是我跟练团老师讲说，我不想唱这首歌。你知道我们这首歌的歌词是我们自己写的，但是我们在歌词的作词人的名字写的不是昆达树伟阿迪牛奶，而是 Energy， 所以 Energy 就包括你。这次回归演唱会 ，Energy 砸8000万打造超炫舞台，有电流光柱，还有多达56颗烟火，让歌迷们视觉、听觉都享受。另外还有不少神秘嘉宾现身，艺人柯佳嬿也到场力挺老公昆达，让见到女神的粉丝们直呼赚到了。Energy 也希望歌迷们在演唱会结束后也能得到满满的 Energy。东森新闻刘汉元、张永永综合报道。